可以吃看看哦，哈，拿起来拿起来吃看看。这是麻吉吗？不是麻吉，这是香鸡饭做的。哦。哦我们这个站就是这样宣导说，这是我们花莲金色师傅研发出来的，我们就在用的。今天做的，我们用保温桶把它保温起来，所以刚刚拿给我们的会众吃，他们都软乎乎的，很舒服。就是也有蔬菜的这个甜味，然后再加上有素香松的香味，然后还有饭，我们香鸡饭的这个饭香，所以非常棒，是一个很好的结合。这个是让我第一次感受到说香鸡饭这么好吃。反正做饭团，里面可以包那的素肉松，哦，那的素肉松，对吧？好点哈。你安尼，我唔知小王过来当包这样。那我们就是再加一点姜黄，然后上面放素松，还有一个是类似我们的寿司这样子，卷了那个小黄瓜片。有味道吗？用烤烤箱。宣导我们的一一一，有让大家来，然后一天一素，我们就可以来，我们来签名，让我们的那个素食日可以赶快的来达成。走累了啊，或者是老人家年纪大的长者走不动，可以到哪里呢？我们有这个喝茶的地方哦。比较健康，那这个喝起来比较温润，因为包装比较伤胃，这个没关系。礼拜五就有，坐在那边喝慈济茶，说慈济事，也可以跟家人话家常。甘益茶是有机的，无毒的，还会让大地留下给下一代。人的善心比较重要，因为现在太知识化或是太进步，变成真的就是大家都是以手机跟面对面的沟通跟互相的那个桥梁真的越来越少。来这边可以感受那个人跟人之间的那个最初的热忱，我觉得很好，很温暖。他们写的静思语，后面就会画如意，然后有个套子送给他们，希望他们今年都非常的如意，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吉祥。今年很丰富，很丰富的设计，都是希望让这些来的会众可以留下他们的脚步，然后慢慢的了解慈济，更爱我们，加入我们。